好嘞，晚上好啊。咦，他这个怎么开来着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好累呀，我困死了。晚上好，哎，吃了没？吃了，吃了，随便吃了点东西。剪刀有吗？好的，这是我自己买的，不是天使买的。谢谢。不是我自己买的，开个原味的吃吃。试试。辛苦了。你们辛苦，说实话挺没意思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看，召唤抱抱说，我一打开猪肉脯，它必来。哼，嗯，他怎么还不来？谁？抱抱。嗯，我一打开猪肉脯，它必来。抱抱，不知道。我也跑出去了吧？你看看。我就开了一会儿啊，哦，在这儿，没有，他是不是饿了？他在他的饭里凉着趴着。哦，对，今天晚上没给他喂饭，一早一晚各一顿。你没喂他？他回来的时候还没喂他。早上就我喂了那一顿。你早上喂他多少？一丢丢啊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好了，小胖子少吃点。天哪，好可怜，饿了一天了，宝宝。怪不得一回来就在这蹲着，每次叫抱抱一样。我发现了，我当然发现了，人家不是在房间说了吗？蠢死了，石竹君蠢死了。谢谢送的巧克力，你们知道他多蠢吗？我就随口一说，他就自己交代了。他怎么了？就是我在那说，哦，他说他微信余额还有多少多少，支付宝余额还有多少多少，他说他没钱了。然后我就说，怪不得这两天你都没有给我点吃的了，我就随口一说。然后就说，你放屁，昨天晚上的奶茶怎么怎么怎么的。然后我就，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原来真的是你啊。主要是我之前怀疑过他，我不是钓鱼，就是我本来平时说话就很喜欢开玩笑。我们之前我们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，之后就经常大家会这么开玩笑，我就是我装过好多人的呢，就是我们平时说话，我们玩这游戏的时候平时说话就是这样子。比如说问啊，我昨天给你点的什么什么好吃吗，就平时就这么开玩笑，就装别人的天使。笑死，他装的，他不像装的，他后面那个反应就像是被我猜中，还在那狡辩呢，说他说我帮你天使送的，怎么怎么怎么的。我才不信，我才不信呢。主要是我之前真怀疑过他，但是呢，太巧了，我觉得不可能那么巧，因为他在那个手机上，谢谢送的荧光棒和巧克力，就是他在那个手机上也老是抽签抽到我，嗯，因为我们手机上抽了好几次签，抽第一次他也抽到了我，但是当时因为丹妮抽到他自己了。所以说就重新再抽了一遍，第二遍好像是 Sola 还是谁，我忘记了，又有人，哦，好像是闹闹自己抽到自己了，然后就又就说算了吧，我们就用纸来抽吧。他两次都是抽到的我，然后后面
不是因为加了张新前辈嘛，然后我们当时已经抽完了，说怎么办呢，就又弄一个那个手机上的抽签，手机上的抽签说再选一个守护他的人和让他选一个守护的人，然后手机上的抽签他又抽到的我，我说没有这么巧的事，三次岂止三次，手机上三次，然后我们那次决定是抽的纸，我们那次是抽的纸，对呀、啊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然后我就想应该不可能，而且当时就第一天送车厘子和哈根达斯那天，然后后面我跟刘丽菲还有陆金婷说这个事儿的时候，然后让我说我怀疑对象有石柱君、张润、奶盖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他们俩就说首先排除石柱君，然后想了一想，确实没有想的，居然真的是他，谢谢，很棒，谢谢。这个原味的好吃，你试试。真的吗？比香料的好吃，早知道我买三盒原味了。忍不住了。虽然看着我的大肉脸，但是他后面都不装了，他直接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我今天不想吃，明天吧。挺好的，可以点菜了。明年，笑死，今年都还没完呢，明年。啥零食？一个这个。谢谢送的巧克力，这个是就是那种普通的猪肉，这个是那种脆脆的猪肉。天哪，螃蟹零食太多了，我要减肥了。要不我明天随机带到剧场来给你们发吧，带到握手会来给你们发一发。我觉得可以。还是喜欢软一点。或是减肥还愿吃，这是肉，这是蛋白质，肉不长胖。羡慕我少，我只是说要不，我还没决定呢。还是自己留着吧。体重秤说了算，别管，我今天在那儿都没吃什么呢。然后那里就不能点外卖，什么都带不进去。昨天我们点的吃的在外面淋雨，根本就带不进场馆。有员工餐啊，但是都冷了，我就没有吃上热乎的员工餐过，每次去了之后全都是冷的，就没有趁热吃过，啊冷的就都不好哭了。但是这两天公司点的盒饭还挺，金玲还拍了拍立得。陆金婷给我拍的，我觉得拍的还挺好看的。out， 好看吗？谢谢聊天送的巧克力，就是陆金婷的拍照技术点问题，好像看不是很清楚。好看吗？看不很清楚。但是你别说，反正我觉得比公司每次拍的那个要好看。
放手机壳里。这个应该不能发吧？这个能不能给粉丝啊？这种自己拍的拍的，应该不允许。公司拍的那个拍立得，每次因为他们那个是用的最便宜的拍立得的项目，谢谢甜甜送的荧光海，所以说拍出来就不好看。之前有粉丝自己带的拍立得，拍出来可好看了，比音量贴近的好看。怎么说呢，切得很好，下次继续。荧光还回来了，谢谢送的荧光，谢谢个头猫头鹰。明天是几点钟发车来着？发了吗？发了。谢谢闪光李王送的蹦迪，有些歌根本找不到，是因为有摄像头。然后右边站位的基本上就不会给你镜头，然后我好多都是在右边。谢谢丹麦丽申请送的荧光海，有一首歌刚好你正对我，什么歌？什么歌呀？他就是突然心动的那个大全景嘛，就是切全员的从左边拍过来的镜头。生怕多往旁边挪了一步，像生怕把我拍进去了一样，真无语。明天9:45，九点四十五，这个时间非常的具体。怦然心动和紫金海，就是笑死，紧别说话，带什么节奏呢？我脾气真好，还行吧。怎么一卡一卡的？可能网比较卡，可能网有一点慢。看一看今天拍的照片，是卡了几下，可能网卡。妈，这是谁给我拍的？我的天哪，我要打人了，出警了呀！怦然心动后面有路灯吗？有多丑？不是丑，我让他给我拍照。哦，我知道是谁拍，石柱君拍的。救命！他卡了一的照片，拍什么呢？这是在？就你卡。还有人卡吗？想吃东西不行。连麦吗？不连。卡了。网很慢，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你想吃什么？吃猪肉脯吧，猪肉脯不长胖。好吧，我想要有什么不长胖，一会儿卡一会儿好，没有什么不长胖，别看了，就吃这个。一拍的佛发出去了，看看呢，超话里面吗？鸡尾云下台本来想拍个视频的，结果呢是吧？别问。看不到，豪哥过来坐你隔壁了，这么幸运，豪哥来坐你隔壁，还以帮我扯张纸吗？张书宇，来，谢谢。哼，好爱猪肉。用眼睛记录下，我根本看不到。我跑下来，老师说
你多转转，你不要就一直面对一边，你要一直360度转。然后我就边跳边转，结果我看大家好像都没有转，我就在摄影位旁边吗？摄影位在哪？我不知道，摄影位不在第一排吗？最中间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记得摄影位在第一排啊，因为我当时在台上看了一眼，摄影位在第一排、啊，不看，摄影位12排。说实话，第一排的摄影位能拍到个啥呀？第一排的摄影位全拍双下巴，又卡了。你看看我直播卡不卡？他们说我直播很卡。对呀、啊，仰视他拍什么？全拍打底裤和双下巴去。哎呀，差点点进流星雨的。显高，谈吗？现在还好。哎，刚说完就开。套娃呢？我们在这。你把声音关了。受不了了！哎呀，好有意思，好好玩。前面几排脖子，我今天看到我的灯牌啦，谢谢。灯牌，羡慕。谢谢。连隔壁 WiFi， 那我换成我连个我自己的 5G 热点吧。我们不是。录个抖音，你想发什么抖音？在想，你有没有推荐？哦，你，不过你的主页应该……谢谢送灵光吧，我给你推荐，你拍这个。好。嗯。现在好了吧？再吃一口去哦。我给你推个。看屏幕是左右各有个巨大的气，我没看到哎。因为那个举我灯牌的粉丝，他就在第二排好像，然后我全员取的时候就在他正对面，然后当时就看了。我就要吃，我就吃，就吃，就吃。嗯，等一下，我要去我的小号帮你看。这就叫双向奔赴，是的，让孩子吃就是。嗯，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个。我还觉得很适合你拍呢。抖音小号，对呀，是我进团之前用的号。嗯，拍这个。哇。你给我看方头鼻，让我拍。行，你是懂我的。这个真的，你拍嘛？我觉得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就能带入你的脸。我给你一笔的。哎，其实我也想哈，也不是不能拍清爽版。但为什么没有注册？最近极乐净土很火，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那不是好多年前的吗？那不都是好多年前的吗？怎么能往里磨呢？这个东西，什么？怎么进来就喊老婆？切个歌，不想听，想听，让我嗨一点的，我有点困。
浪姐重新带火的，我还没看后面几期呢。还好没有进来祝我节日快乐的，祝我什么节日快乐？哦，对了，母亲节今天我要给我妈，算了，她现在应该睡了，等睡醒了再给她发。睡醒了再给她发吧。笑死，天亮了再发，给他发个大红包。别跟我说节日快乐，我又不是你妈，自己去给你妈妈说去，别来给我说。哈，你干嘛要拍？给把我拍进去了？你不让我拍个方头，你拍方头明白就拍方头明，拍我干什么？明早直接打电话，假装自己睡了。给妈妈发了100红包，你妈给你返了200，哇，你妈妈这么好的吗？哎呦，我受不了了！祝我节日快乐！别，我不是你妈。祝你妈妈节日快乐去，行吗？哎呦，祝节日快乐妈粉怎么办？好，祝我的妈粉们也节日快乐。别尬行吗？怎么方头明还要看自己？感觉我好像变得更漂亮，我一直都很漂亮好吗？我好想染头发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真的好想染头发。我一想到我进了这个公司，我一个大学的时候都能随便染头发的人，我现在还要被管着，不让染头发，不让我染头发，不让我戴夸张美瞳，不让我做美甲，我就很生气。我昨天晚上气得睡不着，我真的是好想染棕色。棕色有什么好染的？对于我来说，不漂的颜色都一样，那就去呗。把罚款准备好。不只是罚款，你把你染了，你没有经过姐姐，就是姐姐她不会同意，就是她不是说你罚了款你就可以随便染了，姐姐会生气，她生气了，她以后就不给你做头发了。想染什么颜色？我想染紫色，我想染粉色。我昨天陆静婷说她想染头发，然后我就跟她两个聊起来了。要听个语音。就是跟她说的时候。哎，他就然后我就去翻我原来的照片，越翻越深，越想染。给你们浅看一下我原来紫色掉成粉色的颜色，巨好看。哎，看聊天记录在哪？你真录啊？你真拍这个？好，我觉得是。谁喝醉了？我绝对去给你点赞，笑死！给你们看一眼，我之前粉色就是这样的，终于能看了。而且之前掉没截到，你们还要截图，截图我就不给你们看，截图就不给你们看。对，就是现在杨徐阳玉卓的那个徐阳玉卓前辈的那个颜色哦。嗯，好烦啊，好像染头发不结片，没有看到，会拍到你了，只看到了头发，你换个地方拍呢，就是让你看头发，谁让你看脸了，就是让你看头发，谁让你看，是好像是大一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染的？
姐姐和你一样觉得黑，不是姐姐觉得黑发好看，是不让染，是不让漂头发。我说姐姐，我可以染发吗？她说可以啊，只要不用漂，不用漂色就行。这个角度45度。嗯，好想染头发。好想染呀，我原来的粉发那么可爱，黑发多好看。我黑我，你想我出道就已经黑了半年了，我在出道之前我头发还黑了一年多呢，我已经黑头发快两年了。染他不知道你漂没漂，怎么可能，你想想，哎呀，你们是男生是不知道，女生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能知道她头发漂没漂。女生一看就知道这个颜色，因为有些颜色你不漂根本染不出来，像粉色、紫色什么的。我之前经常染发嘛，我上了大学之后是就经常染头发了。所以说一想到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，我已经是个大学生了，我还要被管着不让我染发，我就觉得很生气。对呀，一看就能看出来，让石柱君先染，他不想染。我这染什么？染的紫色。没有之前染发，刚刚不是看了吗？我跟姐姐理论，这个怎么理论呀？他说人家，他说我们公司规定之前一直是这样的。人家说我们之前公司的规定一直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就说改变吗？难道没听说过单纯又清澈？怎么你们现在你们思想怎么还那么的封建迷信呀？怎么现在染头发就不清纯不单纯了是吗？现在就只能黑色头发的才叫清纯单纯吗？怎么还有这种偏见呢？还带着这种偏见呢？什么颜色头发颜色不代表什么呀，只是好看不好看的一个。唉，并不是什么染，怎么在你眼里染头发的，染那种五颜六色头发的就是坏学生啦？难道想染但是没有头发？笑死。嗯，这个帮不了你，这个就话就是说可以去建议你去那个什么植发，好贵呢，可以去尝试一下植发，好贵呢。问问我妈妈的意见，我妈又不会管我。之前大学染头发，我妈就见过。我妈也不是觉得我染发不好看，她只是觉得很伤头发。因为我之前漂头发，头发它断了好多，然后我妈觉得周总那么多年不也染过来了，嗯，有没有可能？植发得他有头发才能植，就是植发植的是你自己本身的毛囊，你如果自己本来就没有的话，植发也是没有用的。可以戴假发，别说了，马上开年会了，到时候要给我穿，他不给我发奖金怎么办？你妈也天天说伤头发，对吧？家长都是这样的。怎么还了解植发？这个天天抖音都能刷到啊，不是很正常？年会什么时候开？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也，现在反正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终于要年会喽。回来，等一下，我说我看佛呢，看一下我的银河派对的佛。
年终的年会是的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今天这个队服真的会打死人的，真的会打死人的。我们今天这个队服，我的手都被这个袋子打肿了，手指。康康，你没有看吗？我们就是银河派对的那套衣服啊，做的队服。而且跟我们的这首歌其实一点都不搭，我们其实为了这个衣服还跟公司做了很久的沟通，然后无果。队服怎么打人？就是他那个衣服和那个裤子上都有那个很长的带子啊，所以有三条很长的带子，然后一直甩，然后那个带子的最下面掉了铁环环，然后你跳的时候那个袋子就乱飞，就打人。彩排的时候差点砸到脸上。你们这衣服也是这样？对呀、啊、我们也是。你们是哪边腿？我们两边腿都有，我们衣服上有，一共三根袋子呢，打死人呢。绝对是两边，我们这是一边，左腿。对呀、啊、会甩的。天呐，缩了缩了，玩疯了，我去。今年的周年回去，就是怎么说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吧，它要好看的话得用心吧。不用心做的东西怎么它都不会好的。懂的都懂。那个楼梯，那个楼梯我穿高跟鞋差点崴了。去年的我没有看，没有看去年的。反正今年的全员曲挺好听的。你们不觉得吗？全员曲挺好听的。别给掉下去了。就当今我好喜欢翅膀这首歌，但是好哎。但是它不是全乐曲，我觉得《翅膀》这首歌很好听，《鸡尾云》好听。我说的是那种抒情的全乐曲，那种抒情的全乐曲很好听。《剧场女神》《我的太阳》《不良示范》，穿当初 N3 的队服，那个衣服我。觉得真的，我这辈子都没穿过那么可爱的衣服，看着就像个向日葵一样。我喜欢抒情歌是吧？也不是，就是我是觉得那个歌好听，不提前讲站位真的找不到人。全乐曲怎么找嘛？那么多人呢。那么多人怎么找？我的太阳，我的太阳这首歌我第一次听，后面去看了一下，大家那个时期就好青涩啊。今天不当优秀员工，播到一点钟下播吧。这是 N3 的第一套公演哦，原来如此，刚出道那会儿，我当时去搜了一下，看我说哇，北哥那个时候哇，看着好青涩，刚出道2016年，一点也很优秀了。对，那个时候的丹妮也好可爱，北妹。那个时候是那个，哎，北哥那个日语的名字叫什么来着？忘记。茉莉冻奶昔，
紫默默，那个时候还是紫默默。切掉。谢谢送的玫瑰花，向日葵的衣服穿，不知道他会杀我，他不会啊，他自己就在后台说紫默默紫默默。那天我们去漫展，他还说他今天是紫默默。那几个首演的英语没有看过，谢谢送的荧光棒，真的是这两天在那个后台里面。在那个后台里面，人都会给你气死。特别是我跟你讲，我们换衣服的那个地方，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怨气在那，每个人都散发着怨气。因为这次的服装真的，你们知道多无语吗？找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兼职姐姐是什么。本来大家都要抢装，就是所以说找了很多姐姐来给大家帮大家拉拉链换衣服。然后陆金婷那天找那个姐姐帮忙拉一下拉链，那个姐姐给她拉不上，她拉不上就算，她让然后我跟张润都在旁边抢装呢，我们当时可着急了，她说你让成员帮你拉拉吧，都震惊了。然后我今天去，我昨天总裁的时候把衣服都挂自己杆上了，我今天去我三套衣服都找不到，一共我也没多少套衣服吧，一共也就对付一套，我的太阳一套。总选服，哦，总选服是最气的，就是他最开始没有说那一趴穿什么衣服，他最开始根本没有说那趴穿什么衣服，然后我们都以为穿就近的 unit 的衣服，然后后面问了一圈，姐姐说就是穿总选服挂在杆上的，我看了一眼我的杆，我说我没有，我说姐姐我没有啊，他说每个人都有啊，就是你们之前自己穿过的那个。我说姐姐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没参加过总选，我没有总选服啊，他就说然后那个姐姐说那我不知道，你去问别的姐姐，然后我去问了一圈的姐姐，姐姐说怎么可能没给你准备呢，我说真的没有给我准备，他说你自己之前的衣服呢去哪儿，我说我之前没有参加过，我当时真的就给我问生气了，然后他后面去给我找了，去备选的里面找了一套。谢谢星星不是那星星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。真的都给我无语了，我说我没有参加过，我哪来之前自己穿过的呀？然后今天就是昨天总裁的衣服，我一共也就五套吧，对，四套还是五套来着？三套不见了，三套不见了，你感谢三套都不见了。然后找了好久。然后那个姐姐也找了半天没找到，没找到我就说算了吧，我又去备选的备用的衣服里面挑合适的，挑我等我挑好了，她说找到了，找到了在哪儿呢？在石竹君的衣架上挂着，想急着下班没事，对啊，一直在后台催催催催催催催。你说像我这种割少的还好，像有些前辈他们割。接的又很紧，然后又很多的，看他们在后台抢装的忙死了。石竹君拿，不是他拿我的衣服，是他挂错了，是 staff 挂错了，挂到他那里去了。不是他拿，他怎么可能拿我的衣服啊？他拿我的衣服干嘛？是姐姐挂错了，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把我的三套衣服挂到他那里去的。死大佛坏坏什么呀，主要是当时给我急死了，当时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开场了。对，今天我的太阳也是给我笑死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今天我们对歌我的太阳，然后一刚开始我不知道放的哪首歌，我没听，我不知道放哪首歌，没有听过那首歌，反正就是放错了，一放我人都懵了，对，还放错伴奏了，笑死。然后丹妮来了一句我的太阳谢谢，把我笑死了。各种舞台是不是的，
是的呢。而且我还以为说，我们最开始以为说能穿 UNIQLO 的衣服去明天握手呢，他还让穿这个 T 恤，这个 T 恤加上昨天总彩，如果明天还穿，穿3天了，能不能多发一套啊？我就想问，我今天晚上洗我都干不了，明天是不是穿那个队服穿这个，啊？穿 T 恤，不是说穿队服我头发都不想做了。我本来还报了说早上去姐姐那儿做头发，我取消了，我不做了。穿这个确实不用做头发。对呀，都腌入味儿了。这个衣服，昨天总裁穿了一天，今天演唱会穿了一天，他明天还让我穿去握手，没事儿吧？没事儿吧？真没事儿吧？衣服要卖的，我真的是觉得，最开始说穿队服，后面因为我们队服很扎，扎死，我们那个队服扎死，包包。生气，真的很生气。猫宝，啊，他要跑，看他就不喜欢别人抱他。错了地方 明天喷点香水来见你们吧。就是说没有办法，他不让我换衣服。本来想说不就。最开始以为能穿私服，我把我明天穿什么我都想好了呢。后面他说要穿演唱会的衣服，最开始说穿队服，后来说好像能说能穿自己 unit 的衣服，然后嫌你一臭你才臭。然后我就想好了，我跟陆静婷说，我说我们穿精灵的衣服吧。结果他说穿这个 T 恤都不多发一件的。穿3天了都不知道多发一件呢，你的尾巴不要在这里扫来扫去好吗？又不给我抱，又要来蹭我，什么意思？这只猫真的是什么意思？又不给我抱，又要来蹭我，为了卖衣服是这样。但是你别说，这件衣服质量还是挺好，质量摸着还不错。我想知道它卖多少钱啊？它难看。又要来拿头来撞，让你把我的指甲给我撞掉了，干嘛？干什么？你要干嘛？救救你！100块，多大一件要钱？我不知道。干嘛？你要给我把指甲撞掉了？哎呦我去！118。那还行，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还不错。不要碰我的指甲，行吗？闹哪找你买？你们看，闹哪给你看？他躺下，哎呀，躺啊！下了，看不到，他趴下。给你看我的猫猫。你房间的那只。对，是的。你要闹，你闹什么？不许闹！哎，什么时候来呀？什么？来不？下播了就来，1点钟下，还有4分钟。谢谢送的钱。大家好。好卡呀，是你卡还是我卡呀？为什么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？卡死，他说什么来什么？咦啊！我找的编舞老师给我发舞了，等我下播了看。为什么突然连头给我发红包啊？给我发红包干什么？什么编舞？就是我拉那个叫什么青春时刻的时候，青春时刻的时候 要表演的歌，红包我还没收呢，我先问一下是干嘛？
青春时刻是28号，28号母亲节吗？问我有钱不领，要先问清楚嘛。这个是咱们就是说，这个月28，对呀，是的。摸摸，母亲节为啥发给我？不知道呀。闹闹刚刚叫我，他叫我下去吃小龙虾吧，肯定是叫我下去找他玩儿。他刚刚本来让我在他那儿播，但是我看他跟倩倩都在播，我说那我就回来播吧。又吃，我吃两口就去。好，收了。哦，干嘛？早点休息。好的。我们楼上看他，真的非要给蹭，好乖呀！他没事就是喜欢拿他的鼻子来撞你，又不给我抱，又要来我这待着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又不给抱。要来待，又要来我这儿待着，傲娇就是傲娇死，撞飞什么撞飞？还有1分钟就下播啦，我明天握手，明天握手，哎，明天有合影吗？明天没有合影的话，我能化个淡妆吗？真的。真的不想化，不想化妆了，家人们，谁懂？我之后还要连着化好多天的妆呢，因为我要出去拍我生日的生写，还要拍青春时刻的 PV， 各种东西，然后我天天都要化妆，之后决定不想拍，不想化了。上午合影 ，Oh no！我想化个淡妆，就是打个底，涂个口红什么的。素颜限定，那是不可能素颜合影的。拜拜，下了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，下。